20多了，你咋不穿鞋子？这是你自己种的，你天天都吃着呢。你养的呀？我吃养的噻。我买的，我买穿的，好看的养的。嗯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。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，生活着73岁的杨大娘。连厨房都没有的她，锅里都装满了雨水，每天就吃这些酸菜。因为下雨的原因，2点多还没吃饭的她在那无助地坐着。今天咋好多水了？我今天73了。73岁？你是个人啊？吃饭没啊？我今天吃口水才着急。2点过了还不吃饭？你睡着的漏水啊？哎说漏水，今天我们来给你整一下。雨了，我们给你打好了，打好了。我给你买了套衣服，你拿去试一下。来，你拿去试一下。别高兴。好看，高看。别合身，合身。我们走了，二姐来看你。好，好。